哟，欢迎来到 DBS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美军的中型战车雪曼76。这台车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玩很多，虽然我个人蛮喜欢雪曼的，可能我都跑去玩了 MCA318 吧。但是我都发现回来玩，发现这车其实蛮快的。这个反应还是蛮大的。跟着队友走。有扛炮，哦，幽灵，是七发，Cobra King 应该就是G8。奥兵，我就靠你了。哦。OK 的。再来一支啦。Cobra， 太嚣张了，救一下。这些雪曼还是不错啊，我觉得它当然你要抓的不好，对啊，抓不好，但是。这是76炮，真的比想象中还要猛，所以我觉得玩起来还不错。因为它加速还有它极速不高，但它加速还不错。就是如果你不要是在什么崎岖的地形的话，其实都还行。对，然后生存能力也还不错。OK 打。Come on。不是说修好了吗？开一个，点数应该是蛮高，1400点 ，OK 的。军，你看，直接取得空优 ，P47 FCU P51 ，OK 的，2000发，看起来是炸了。看不到，well， 忘了调隐性了，那我炸到哦，哇，家里全部都人，好哦。然后可以帮什么忙啊？七只，20推啊，但是中坦加20推感觉有点怪怪的。我们刚刚那边崩了就崩了，也不是崩了，其实一个点都没抢，但是倒推到我们家了。
非常搞笑。六的侧面的很弱，所以这边要小心。那你呢？剑六的机动性，我觉得中战车来说还不错、啊。好像家里也没什么人，啊，城市被炸乱七八糟。你在哪里啊？刚好被套了一发。哦，别到，别到，别到！要离开，能挡到我。Hello。哇！嗨，那弹掉了，那还行了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要先到这边，那我们是 DBS，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。